源自英国的陶瓷品牌已经有50年历史，但是在展览中我们也能够看见像这样小巧又精致的陶器跟茶具，以及和卡通 IP 所联名的设计，甚至是为了虎年而打造的茶具组。不仅是造型多元，特别的是以当代设计结合像里头的健康活水陶来软化水质，就兼具了健康养生，而且透过像这样的陶瓷艺术也能够将生活翻转成美学。有很多客制的礼品，比如说石博馆，比如说跟茶经跟 Hello Kitty 合作，有很多的企业的客制。我们的旅行茶具有得到德国的红点奖、日本的 Good Design 设计奖，还有台湾的经典奖。那您带出门去旅行都非常的方便，随时随地可以品好茶。在材质里面加入了电气石的材质，在整个烧制的过程里面可以释放出远红外线，让你的水从硬水变软水，